这整个是一个主餐，是一个主餐，双人餐。我的天哪，不是这太，这样子应该有点贵吧？一个龙虾盘，一个和牛双拼，然后一个10盎司的肉品，一个菜盘跟两个蛋糕。这个是1:1五花猪，可以这样一套11699。太扯，我们一个人好感动哦，还咬得动。而且因为有一些肉会不小心切太厚，也没有完全没有老，很好嚼。得过2021年大港吃火锅的冠军，有经过美食专家胡天蓝老师的推荐，是全部加起来吗？对，好了，那2600，那我猜2500。是菌菇奶香汤，而且它是用我们的招牌巴西蘑菇的汤底下去做的，然后你在喝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很像在喝奶茶。它上面有一层奶盖，它不是一般那种牛奶锅。你的这个是超强锅啦，超强锅是用那个普洱茶的茶饼，那普洱茶整片的茶饼，那它整片的茶饼，那个普洱茶是那一家普洱茶是大益普洱茶，它号称普洱茶界的 LV。汤底是这么厉害的，没错，看我眼前这一盘，我的天哪，不是这太有点太丰富到我吓到这真的是。双人份什么都有，对啊，如果这单人吃，我会真的是吃不完。双人份还 OK， 你看有干贝，然后有鲑鱼，然后这个大龙虾，这样子应该有点贵吧？我觉得 CP 值很高，我觉得它不贵，但是这个就是一个主餐了吗？你现在看到正前方这边是一个主餐，这整个是一个主餐，是一个主餐，双人餐，这样一整个你现在看到这样是双人餐，就是一个龙虾盘，一个和牛双拼，然后一个10盎司的肉品，一个菜盘跟两个蛋糕，这样。你猜猜看多少钱？应该2500以上，因为他老板，你这是什么牛？A5 的和牛，跟 M9 的澳牛。这个嘞？这个是1:1五花猪，可以这样一套11699。太扯，姐妹，这里我们进得来，1699两个人，1699两，我们一个人，好感动哦，800多而且我们现金还免收服务费，是不是超划算？它的油花分布，哇，牛花，其实挺美的啦，金穗，这一块是那个日本的 A5 和牛，洗一洗，3到5秒就好了耶，对，肉质够好就这样，对，这很重要，因为有些客人他煮过头了以后就会变得肉质够，吃不出和牛那个美味啊。对，然后我就会看得很心疼。你们的厚度也很 OK， 是真的是刚好的，对，不会到薄薄，也不会到太厚。怎么样？好嫩哦。嫩吗？很咬得动，而且因为有些肉会不小心切太厚，也没有完全没有老，很好嚼。咬下去是香味，还有这个淡淡的香味，对不对？而且鲜甜的。那我现在要来试你们的干贝了。可以，要不要我来尝试？干贝吗？对啊，我们的干贝到。Q， 我跟你说，因为这个汤头对了，什么都对了，海鲜鲜，这个这个，好好吃哦！厉害的套餐要来了，等一下我先。你要吃套餐是？嘟嘟嘟嘟嘟。你可以在台北开分店吗？我刚开还没满1年呢，我还不敢这么贸然就。加油！好。怎么这么 Q？ 好吃哈。它很鲜。而且它那个肉质 Q 之外，其实它月饺是有淡淡的甜味的，对，它是很甘甜。他们的套就是很 Q 的那种，咬了就是断了，因为有一些就是咬会要一直嚼一直嚼，没有而且是有点脆脆的哦，厉害了！哎呦，龙虾好啊！我来吃哦，吃我的龙虾，第一这个龙虾，我手没有抖，不是手抖，是它自己在，没有，它自己在抖。你就是手抖，没有。好吃吗？煮的刚刚好，是软嫩的。这样证明我蛮常吃龙虾的。这是可以问，我要哭了。对于这种平常钱没有很多可以吃龙虾的人来说，我眼泪会掉出来。好啦，那来妹妹啊，我给你吃一点。不要说姐姐对你不好。谢谢。这个汤真的太好喝了，刚刚那个汤也是，我对你们的汤真的是有点大惊艳。